近日，新生代人气演员迪丽热巴作为某品牌官方邀请的唯一中国女艺人亮相米兰时装周。当天，迪丽热巴身穿玫瑰花刺绣蕾丝衬衣，搭配刺绣珠管蝴蝶结，补缀半身裙，高挑出众，公主范儿十足。西西里风情的混搭也尽显女王范儿，极具优雅美感。其白到发光的皮肤，相当娇艳的红唇，再配上那一双大长腿，也是显得十分迷人。网友们在看到后也表示，我就没见过比热巴更漂亮的女生，真的是完美。热巴真是越看越耐看，以前不觉得怎么美，现在感觉很有味道。